我是三六零，给您全方位的好天气提醒大家，礼拜天是未来几天哦，相对来说天气比较稳定的，建议大家可以好的把握。那么主要是因为方面云系已经逐渐远离了，所以逐渐转成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。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下雨，只是下的雨哦会比较局部，而且雨势会比较小。但是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外出的话，要记得添加保暖衣物，因为早晚还是会比较冷一点点。那么北部跟东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。那么白天的话，要特别留意。 如果南来北往的话，南啊南北的温差会比较大一点点。我们从云图可以看到，随着云系逐渐远离之后，我们台湾上空的云量是在逐渐减少当中。但是礼拜一开始又会有一波水气来到我们台湾的附近。那么礼拜二、礼拜三，我们台湾附近的云量都会比较偏多。所以礼拜天是外几天，相对来说天气比较稳定的。不过这是对北部来说，中南部的话外几天哦，啊，过了下个礼拜一、礼拜二之后，天气也会越来越稳定。那么来看一下，在降雨几率的。 部分目前看起来是中部以北、跟东北部还有东部的降雨几率会比较偏高，大约都有百分之四十。但是提醒大家，主要比较容易下雨的还是北部跟东北部，还有东部。中部的话是比较偏向山区，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。在高温的部分，提醒大家，我们刚刚说过，南北温差会比较大，因为北部的云量是比较多，所以中午的高温哦，升不太起来，大约都是十六到十七度。那么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二十到二十二度。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日夜的温差，在清晨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冷一点,點。 我们可以看到北部的低温啊，大约是十四到十五度，中部是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的，因为白天高温可以回升来到二十一、二十二度，但是清晨低温只有十五、十六度。另外南部跟东南部则大约是十七度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，我们下次再见。